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。夏天天气咁热，又是时候整翻啲凉浸浸嘅消暑甜品啦。今日就同大家整呢一个芒果椰汁河粉，即刻睇下咩材料啦。成啦，真系咁简单就整好啦，等我即刻同大家试下味先。河粉嘅椰汁味好浓郁啊，再配上夏天当做嘅芒果，雪冻完再食真系够晒消暑啦。咁简单就整到，今个夏天大家都试下啦。Yoo-hoo！